他说的情话，然后哭得哗啦啦。是个男人气的傻，他的爱中的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。是个男人气的傻，他的爱中的坏，赶快把他变过来，变过来，变过来。是个男人气个傻。我觉得台湾，给我最大的感觉，它除了，因为我常说它像我第二个家了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在这边发布的时候，它是能被接纳的。比如说我写了一首《鬼岛》，对，那《鬼岛》就是有酸啊，有捧啊，有那这种歌，那不但没有被骂，也没有被封杀，没有被关号，也没有被下架，然后而且还让我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。然后这次也是因为疫情啊，也是因为够了，所以我就想要做另外一个题材，就是叫鬼才做音乐的概念。就是他，因为他鬼才嘛，因为这个鬼才这个名字是之前我刚来台湾发展的时候，台湾的经纪公司然后帮我想的，就想打一个名号出来这样子，然后可能就不像天才就叫我鬼才，类似这样一个意思。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就这样叫我。就出场的时候，人家鬼才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这张不如，因为他们做鬼才肯定是有一些 idea 上的东西，就比较有想法，所以我就把它做一个鬼才做音乐。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鬼才做音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鬼才跟你在那边做音乐的那概念的，因为一般上做音乐，其实我们如果在同行就知道，其实蛮辛苦的，对，就是一天到晚要做，然后没有睡觉啊。然后一天到晚，而且没钱吃饭，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很惨，然后要挨饿，然后会挨穷这样子。所以对啊，就做音乐很不容易，就很惨啊，就是有一点戏虐我们做音乐的人。就有些做得很惨的，还是那时候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开始做了。就真的是一直搬家，然后住在那种顶楼加盖啊，不然就是停车场下面啊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就很烂的地方，那种视频，一开门就撞到床那种。就很小。对，然后那个厨房在床枕头旁边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就住过，就穷到快被鬼抓走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转捩点是 YouTube 吧、，YouTube 的发明。因为那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写了200多首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要来台湾卖歌。那时候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高中毕业过后，想要找大学。那我就选了台湾嘛，因为我知道我写了那么多歌也没地方卖，我发现到台湾那边其实学费是比较便宜啦，跟其他国家比较起，是，因为我比了几个国家之后，这个是一点啦，要省钱，然后台湾可以打工，对，很多国家是不允许外国学生打工，然后可是台湾是 OK 的，然后第三点就是可以卖歌，就是我到处去 send demo 啊，寄我的歌给各大唱片公司啊。就我几乎 每年都会寄一两次，然后都没有了无音讯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有了 YouTube 嘛，我就觉得搞不好可以把我一些卖不出的歌，比如说有脏话啊，或者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的歌词，因为那种歌肯定卖不出，我就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，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大的转捩点，因为我一放上去过后就引起了一些轰动这样子，在马来西亚那边，然后也上了台湾的新闻。可是其实到今天为止，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那时候，说他就是那个脏话歌手嘛，对啊，就是教坏小孩啊这样。他们到现在就是哪怕我已经拿了很多奖啊，或者是出国去到处去比赛什么，他们还是会这样子来评论，就啊，那个人的歌不要听了，都是脏话这样，对，他们都没有听就讲。对不起，伤害了你，伤了你的感情，我听见有个声音。其实我太任性，讲真话就让人伤心，我是不该太直白，唱着导演 so sorry， 又让你生气说的话。因为那时候那个陈芳宇的公司，他们就说我们来合作啊，要不要唱一首歌，是他们来找我们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哇不错这个，因为陈芳宇很强，他很会唱，他唱功是没有话讲，然后他很会唱之外，我觉得他很大胆，就他尺度，他的尺度是包括他的歌声的尺度跟他的内容都可以很大胆，那我就觉得说难得大家一起来合作，那我觉得不要浪费，
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尺度的问题，说你们可以到玩到什么程度的，我们就来玩好玩大胆一点的东西。然后后来他们说 OK OK 什么都 OK 这样，我就想哦你 OK 是吗？你要 OK 那我就来写啊，我写了我就把歌词寄给他们，那结果他们公司就很开心，就说哇好，那个歌词好笑哦这样。然后我们就来，他们就开心我，他们开心我就开心啊。嗯，我们就来做了，那就来拍了。而且那个陈芳宇很喜欢粉红色，然后我们就是，哎，我们整个 MV 都拍粉红色这样，就很开心。然后就是说，就那首歌是叫《玻璃心》嘛，就想说，其实这首歌他创作的概念是，这首歌写是，他我是以一首甜蜜情歌的概念，就是情侣之间打情骂俏那种概念在写，所以他是 R&B， 然后浪漫。然后会有梦幻的感觉，然后它的概念就只是这样，然后它的内容就是哎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所以它歌名才叫玻璃心。所以我唱的东西呢，都是说哎，我在讲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，或者是我看到我经历的，或者一些现实中发生的东西。那我讲了，我没有要伤害你，可是你就玻璃心了。所以它这首歌包括创作跟观众的反应也好，或者甚至有人骂，或者有人赞。有人包有贬，然后甚至被封或者被封杀被禁都好，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的一部分，它是整套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的反应包括你的反应也是我创作的一部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所以我才会在我上传的那一天把我的微博的那个连接，我把歌曲上传到微博，再把连接放上去让大家去看。因为 我就算那个微博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大家还可以看到下面的留言，那也是一种反应。对，那到最后他被禁的话或者被关掉，那也是一种反应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对，它都是属于创作的一部分。这个就是玻璃心的精神，对我来讲从来没有澄清过那个歌词在讲什么。 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整个创作的一部分。哦，就你总不可能叫一个电影导演站在戏院那边拿着麦克风一直按暂停，然后跟你说这一幕在讲什么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对，就没有意义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台湾，给我最大的感觉，它除了，因为我常说它像我第二个家了，因为，我在那边住真的很多年了，然后工作啊，然后这边都很适应，包括吃啊住啊，连我最讨厌的天气我都已经适应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台北嘛，常常会闷闷的那种，而且又下雨，有时候因为我马来西亚没有冬天嘛，所以这边也是很冷，有时候受不了。可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。在这边发布的时候它是能被接纳的，对，哪怕是那个歌是充满脏话的，或者在干掉某些事情，甚至牵扯到一些社会案件或者牵扯到政治一些东西，那这边的接纳都是 OK 的。那像之前我比如说我写了一首鬼岛，那鬼岛就是有酸啊，有捧啊，有踩啊，什么就是很麻辣的一首歌，就跟短笛校长合作。那这种歌那不但没有被骂，也没有被封杀，没有被关号，也没有被下架，然后而且还让我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，你知道那感觉吗？就很多人就拿这件事情，你看这种歌还可以入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在一些其他国家早就被封或者被抓起来了，早就被关起来了，对啊，因为在马来西亚我因为创作已经被抓了很多次了。八卦皇帝收复的前已经动态警令，那些过气的明星都跪下去很努力舔我的脚，一起穿上了龙袍，暖心的春天又来到，我们一起学龙叫，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所有爱过的脚架，快来挖呀挖呀挖，整天耍抖音，一边高潮抓着龙筋，看到心跳，注意看，再来个男人，真的太狠了，小帅和上标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龙下无言，龙马精神，人人都是龙的传人。一辈子的祖国人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有着我们龙龙的根，人人都是龙的传人，五千年来永远的神。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，现在祖国人在伦敦，柬埔寨没被特人，纽约到罗城都是炎黄子孙，香烟一根接着一根，每天打电话打到凌晨，你是神标的外甥，call了全村人，快来加入我们，仇人反美是我的责任。 How you keep 留言骂着新闻，啊兄弟情深留大不留人，然后都跑去变新加坡的烟，啊香袅袅路边造花盆，那叫做文明进化论。有人领先我买了 iPhone，我活在山上来，本来钩子的我最恨被过节和肥水生存的六盘子生。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我们最爱
再传给别人。龙虾龙眼龙马精神，龙虾龙眼龙马精神，人人都是龙的传人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一辈子的祖国人。多谢我不为此生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龙之灯长舞龙羹，迎着我们龙龙的歌。我的龙羹能屈能伸，人人都是龙的传人。我的吉祥谢祖龙恩，五千年来永远的神。我们的 S 都是神。对面又老又穷逼，你还心都吃不起，就连山上的猪民都是喝黄河水的。包括皇帝首府的前一经动态警令，那些国际的明星都跪下去很努力舔我的鼻息。穿上了龙袍，暖心的春天又来到，我们一起学龙叫，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所有爱国的叫叫，快来挖呀挖呀挖，整天刷抖音，一边高潮抓着龙筋，看到心跳，注意看这两个男人真的太狠了，小帅和丧彪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龙下龙眼龙马精神。人人都是龙的传人，一辈子的祖国人。多谢我不为此生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龙之灯龙之胆舞龙根，跟着我们龙龙的歌。我的龙根能屈能伸，人人都是龙的传人。我的吉祥谢祖龙恩，五千年来永远的神。我们的 S 都会的神。黄英志其实最早是我们星光大道工作人员，对对，是做后制啊，主要拍 VCR，、啊、还有拍 VCR 做后制这样子。等于说我在主持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你都一直在我周围。旁白哥抱抱，淘金严格24年，姐姐妹妹再站起来，黄明志助攻，星光大道就曾共事呢。是全世界最会飞驰的马来西亚才子黄明志飞骗了日本一击棒脑 GU， 竟然出手伸向了台湾顶尖主持人。那就慢慢做起来，慢慢做起来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若不是天才，就慢慢灌溉。哎，他找吴宗宪合唱《慢慢做起来》，朗朗上口，还没听腻呢，冷不防又冒出重磅淘金营。不到厕所都打电话，手机不能锁码，生日周年庆要牢记，别忘蛋糕鲜花，圣诞节别穿忙，情人节不能加班，前女友的事别管，最好快删号取款。新歌《十个男人娶杨桃子》，1999年，猴哥姐姐妹妹站起来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。哇，桃子伴武则天治天下 MV 问世4天破百万观看，事实上他和黄明志关系匪浅，历史悠久。是欢迎桃子姐陶晶莹。你们在马来西亚不能做的事都在台湾玩出来了。对的，路很暗怎么办，我就说在头那边装一个 LED 灯就可以照路，然后导播就疯了，导播说可以尺度这么大的吗？然后黄明志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里不是马来西亚，这里是台湾，要干什么都可以。今年4月，黄明志巡演到小巨蛋，邀陶晶莹登台首唱《十个男人》，还透露了 MV 拍好2年才见光的秘辛。那打电话给你还是传简讯？对对，他传简讯说，哎，我们来合作做一首歌。其实这个歌是2-3年前就已经弄好了，对，只是因为我们要申请版权。哎，陶晶莹不是第一次向黄明志招手了，请他上网络节目谈过更深的缘分。对，黄明志其实最早是我们星光大道工作人员，对对，是做后制啊，主要拍 VCR，、啊、还有拍 VCR 做后制这样子。等于说我在主持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你都一直在我周围。哎，也就是说黄明志在台湾念书时就埋下了合作的种子了。可是竟然跟台湾那么要好，不如入籍当台湾人吧。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Hello， 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明志，这是我最新发行的专辑《亚洲通话》。哇，欢迎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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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是啊，现场想问一下。最近跑宣传很累，当然前阵子都在制作专辑，哦，喉咙有点沙哑，你有听到我这声音？哎、欸，喂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来有采访吗？不是吗？我已经在采访了，所以你是？哎、欸，你是？这我很像你耶，你很像我、啊，我觉得我很像你，你很像他哎，还跟我哪一样？对 对， 對，粉丝嘛，粉丝。那样那样，他说我是你粉丝哎，真的。到底谁是谁？好，不然我们现在来比定一下，到底谁是真假黄明志？因为我也刚出来。来啊来啊来啊来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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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、啊
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他赢比较好嘞，因为他赢了，他可以帮我跑圈通，我就不用去那么多地。第一首在 YouTube 破一亿观看次数是哪首歌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向远方。哎，今天1.6亿，我看一下，1.6亿都答出来了。已经发行的亚洲系列专辑名字。三、二、一。亚洲通气，亚洲通碟，不是通车，通车，亚洲通车，亚洲通沙，亚洲通话，亚洲通吃，亚洲通碟，通气，通话，通沙，通车，通吃。发太多张了，发太多张了，六个，本人都快记不起来，到底谁是本人？对，他是啊，他是，我很像他了。2016年带领。哪两位马来西亚网络红人进军台湾演艺圈？三、二、一。何念慈、四叶草。第一眼你会看异性哪个部位？三、二、一。脸。真的黄明志都看胸部。真的吗？对。原来是这样的。他真的黄明志。那他讲的算了。说到女生。想到谁？三、二、一。Shakira， 他讲的是那个 Facebook 上面有的东西。对，Facebook， 所以到底谁是真的假的？哎，名字花绮罗也是。哦，也是。我们青春的回忆。青春的回忆，小儿时的偶像。对。怎么还是你们两个一起？好，再来，我跟你讲，厉害了，这个就可以分辨出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我要来考你们歌唱考验，第一首我想考你们泰国情歌。想要先请左边的黄明志来先帮我们唱个开头的两句。左边是我。对，没错，左边。Right， 美丽的女孩，虽然我是大马的不宅。他表演得不错。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？当然少一点。少一点，是不是？好。Right， 美丽的女孩，虽然我是。大马的不踩，他少不错，他头有这样，对，少那个感觉，对。看你接下来帮我跑通告就可以了。你赚钱记得那个就是对钱要进给我，对。请你们再来演唱飙高音的最后一段。我想先请在冒汗的红色帽子那一位明智来先唱看看。因为我先这个就看你能不能帮我去赚钱了。我最近跑通告就是。声音有点沙哑，没有，通常没有这种借口的。我现在我要飙飙，先没有要 key 要上一点。现在我要，现在我要，现在我要飙高音，只能说钱难赚，分量太多心切了。再来个转音，我听了快便秘了。钱难赚啊，钱难赚，钱难赚，钱难。现在我要飙高音，飙到打雷下雨，再来个转音，只要你能开心，就算飙到脱干我也愿意，因为你我飙高音，就连香港阿奇都为我叹息，就连骂过小溪都对我 say sorry， 观众都在哭泣，我飙高音，我飙更高高高高高音。我跑了一天的通告，竟然被发现，我终于是直接被发现。这样不行了，这样。我现在就来评断到底谁是真的假的。好 ，OK OK。三二一，就直接打向那一个我们觉得是假的黄明志，好不好？受不了这种人，真的是。好，三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有点紧张。好紧张。两位，请闭眼。好。我戴墨镜啊。你看不出来，真的。三二一。没有打我。他自己知道自己要被揍了。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，找不到替身。那下次要跑通告的话，如果真的太累，就没有，如果没有唱飙高音会找你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真的黄明志 ，Hello。这新专辑呢，就是延续我之前的亚洲系列，里面的内容就是跟
有跟不同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乐手啊，或者歌手，或者是一些概念、一些主题，或者是甚至 MV 的演员，都有跟不同地方的人合作这样子，有不同的元素在里面。我还蛮想跟郑秀文小姐合作。哦，郑秀文，因为她是那个电音舞曲的那个。对。还有，其实谢金燕小姐也不错，所以他们都是电音啊。因为我的歌很多都是那些比较 party 可以玩，所以想找他们合作。那会唱他们的歌吗？当然会。哦，当然会吗？对对。那可以这样即兴来一两句吗？谢金燕或是郑秀文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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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失手了，我背着罪过，被扣住笔法淹没。爱没有错，是我太失控，解释了太多，听来都是借口。你是我爱的寄托，它陪着我心灵漫游，少了谁都让我堕落。我没有任何理由对谁反驳，但为何你总非要我说？我爱你，但其实我也爱他。承认吧，那是我心里的话。请别再逼我分手，最好你们都留下。我明白那是个无稽的想法。我爱你，但其实我也爱他。不说话，没有人懂我挣扎。压抑着心里憔悴，却没权利去表达。看在太阳下，我被千刀万剐都没是哪个枪？女生讲话嗲嗲软软，哎呦听了很烫。每个周末都有抗议游行，那叫没纪律。网络上言论都没监控，根本精神有问题。同性恋都能结婚，变性人都能出专辑。骂过脏话的、非法持枪的都可以变明星。这就是鬼岛，乱七八糟的鬼岛。杀人可狡猾，警察被打，媒体上墙，领导选举不清，还有投票不爽他还给换掉。国会上地理频道有囤球的，也有黑道。大陆湾那一带呀嘿。纳鲁湾，纳鲁湾，纳鲁湾那一带呀嘿，纳鲁湾，纳鲁湾。我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家乡，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。
我飘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恙？肩上沉重的行囊，盛满了惆怅，也是最后寄望。回不去的远方，哦哦哦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来自豪宅偷天错，名车接送有吃不完的高级罐头。我还有个朋友，他来自繁殖场，有优良血统，从小不停被强吃配种，必须保持纯种。他说他朋友的朋友主人劈腿分手，搬走却不带走，还把他丢弃在巷口。他朋友朋友的朋友长满了蛆虫恶臭，他妈说害怕传染，抱歉家留小朋友的身上贴着标签，全都来自宠物店，没人买过了期限，老板也只能说抱歉，店里没空间，名誉就快被终结，要从魔掌逃出升天，否则隔天就要升天。每天徘徊在街头灯火阑珊的角落，每个悲歌的背后充满人类的借口。我你身在水沟，不过大队四处搜索，害怕随时会被抓住，随时会横尸街头。谁拥抱我，谁说爱我，一辈子的承诺却让我飘过在浮雨之中。谁能救救我，谁来谁来救救我，自由让我堕落，让我安静沉默，消失在不知名灰色巷弄。我不想不想听谁说，请你让我解脱，这是我的宿命，请忘掉我。哎呦哎呦，很刷很刷学泰文呢，黄明志哈烧客带来泰国情歌呀、yeah! 我美丽的女孩，虽然我是大妈的不柴，但我爱吃东洋，喝喝椰奶，我很愉快，因为约会你出来。你是什么卡？萨瓦迪卡，就算是 A 卡，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咖喱，看不出来，希望不要太。
我是大妈的不宅，但我爱吃东洋和椰奶，我很愉快，因为约会你出来撒为了理想和自由，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，不顾一切不能磨灭，风雨里追赶，就算再多的猛烈，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，我们始终在最前线，追逐的不是火眼云烟，是火焰，是解决一起共同创造的这种完美的世界，用力奔向远方，最终的目标不计代价，你我都是一跌倒虽然无所伤痛，不是我的骄傲，原谅我从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，伸出手却仰望，我却只能咆哮，前途茫茫遥望，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，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，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戳不破，他说请认命吧，认输吧，不是我们的错，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，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，才无言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，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，我们曾一起努力，用直接动作暴力，用力奔向远方，最终的目标不计在乎，你我都是经历了岁月无所伤痛，不是我为何对自己耻笑，为何让勇敢失效，才退无如退入监牢，也许会饱受煎熬，也许已无可救药，梦想是最后一让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和我，背起
我是台中的埔寨，但我爱吃东阳喝喝椰奶，我很愉快，因为约会你出来。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你是什么ครับ 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就算是 A ครับ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干腿干不出来，希望不要太见怪。但是我不太会说菜，只是偶尔会跑去喊爱。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我让你羡慕每天都精彩。你是我心中最帅满满的女孩，送给你染着它代表我的爱，带你到帕特纳，你想买的货我都会买，买完了就去破庙拜拜，无可取代一句帅满满的女孩，对你的真心希望你会明白，我也会马上去纯正的泰国的赛，会让你身体健康傲迈，掌声给老师哥。但是我不太会说菜，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奶。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我让你羡慕每天都精彩。你是我心中最帅满满的女孩，送给你染甲款代表我的爱，带你到帕特纳，你想买的喝喝椰奶，我很愉快，
因为约会你出来。祝大家2024恭喜发财。